根据中俄双方的共识啊，中俄第三次反导计算机联合演习将于年内在俄罗斯举行。4月15日至19日，关于这次演习，中俄双方在北京举行了首轮磋商，共同协商反导计算机演习的时间、方案、联合培训等具体安排。举行中俄反导计算机联合演习是两军务实合作高水平的一种体现，有利于增进中俄战略互信，维护中俄安全利益和国际战略平衡。